生动有趣的演出，这是雪龙大爱妈妈联合慈济志工在八打灵再野育才华小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环保课程。可以回收了，我们就要冲一冲，压一压，踩一踩，收起来。环保意识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的小学生至少要扎根了哈，那么当然他们也有尝试到了怎么样进行分类啊，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小学生们被分组为善竞争，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资源正确分类，加强他们对回收的认知。四个零，好，最后呢，最后要做的什么？这个小同学他可以在家庭里面可以影响到家庭成员一起来做环保。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意味着有3000户家庭种下环保种子，期待校园和社会继续灌溉施肥，让这一颗颗种子萌芽茁壮成林，减缓气候暖化。大爱新闻之声职工钟开安马来西亚报道。